过年除旧布新，枕头怎么打？水之呼吸，斩小人、斩桃花、斩细菌，斩了半天，它还是黄，黄垢就会变成您脸上的痘痘。它冲一冲，洗一洗，黄的变白的，就不怕脸长痘痘。水洗才能够杀死尘螨，达到真正干净。冬天最潮湿，枕头会吸水。你整天睡在潮湿上面，头风头痛样样来。表面有3000个呼吸孔，热气过得去，让您冬天睡得哇，好温暖。传统枕头压力无法释放，压不到颈椎会落枕。人的头有6公斤这么重，天哪，气球居然一点都没破，这真的是气球吗？气球真哦，释放压力才可以提升你的免疫力。不塞棉花，滥竽充数，满满的独立桶才是真支撑。新的一年睡得好，来年财库赚饱饱。哦吼，全部满出来了，都是我的。